你几点钟就来了？3点半起的。三点半起来了，看看小伙子，三点半起来。这两天一个鸡能卖多少钱呀？看看能卖2万块钱，三哥。我的妈，一个鸡卖2万块，老板，开走。厉害！一天2万块，你小胖子他不是没有对象，他就没有时间谈对象。一天2万块，你是不是就干绿了？炒菜最少60%，你算吧，一天可能有1万。现在大家各位就不要为小胖这个对象担心了，都是美女。小胖很优秀，他不需要担心。对，很多，很多个人。对，欢迎来山东临沂，同时来感觉啊，好的，欢迎你们。欢迎你们哦，来吃小胖倒鱼刺。是的，吃小胖倒鱼刺，好吃小胖倒鱼刺。同时大吉等你们哦。这什么意思呀？放这个铁锅子？啥木条？咱们烧炭了吧？咱们烧炭的。三点半就起来了，真辛苦。做这个生意也不容易，新行。可找到对象了？还没有啊，没有时间，关键都没有时间，天都忙死了，明天要备货。那你这个小鸡一天都2万，那你在费县那不一天扣3万块钱吗？那是我忘记啥了，这不是五也没。现在是4点半，看看火起来了，一般的就赶3个鸡。地方费县，同时就3个，一个月赶十八个，赶18个鸡，18个鸡一个鸡2万，厉害吗？哎，你这个没有古文鸡怎么做这么快的？科学原理，科学原理，厉害厉害。算啥？你估计8点钟才收摊了吧？8点半才收完。8点半才收，早晨3点钟起来，8点半结束。那你几点钟睡觉的？几点半？11点半睡觉的。啊，这小伙子年轻。要让我们就累怕了。我们等一下啊！我大姐，一天要2万块，一天3万，这把过年3万，好谈的，出来一个，来了，一大批3万块。炸一杯，你太忙了，你这等到你4点半，这不敢挂，不管你们生意好不好吧？来，你这个杯子大概烂掉了，在哪？在我那，那是碗吧？好吧，这话可好，我两个酒友，哎呦他妈太多了，给导外，导外喝，不是导外，瓶子拖起来，等一会儿导外把瓶子拿起来再吃，过来吃，好，他不吃你喝，我的妈，这酒话怎么好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来吧，来。朋友们，等半天了，终于跟我兄弟来喝酒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3个月了，我俩没喝酒了。怎么喝？一半吧。好，一半。来来来，一半。好了吧。别打那个，你这个炒的也好吃。这个菜炒的真好，好吃。我再尝尝打鱼是怎么样。
你嘴好，我们感到欣慰。好，你看你这个夏天生意好，冬天也生意好，基本上没有单日，没有。所以你讲的，人家讲的，你找不着对象，你没有时间。你是有钱人，一个月我看，现在一天算完，十八个亿，你算吧。一个月反正一年呢，100多个，最少。还低调，低调。低调，低调。对对对，100多个，多也不可能。你考去了，升级了。这个菜真不孬。你看看这个，其实小胖他不缺对象，你看这都是美女，都是山东靓妹。现在告诉你各位就不要为小胖这个对象担心了，都是美女。小胖很优秀，他不需要担心。对，很多，很多，对。欢迎来山东临沂，同时来赶集啊！好的，欢迎你们。欢迎你们哦，来吃小胖倒一次。是的，吃小胖倒一次，好吃小胖倒一次。唐诗大吉，等你们哦。祝大白兔2023年平安喜乐。那不大吉啊。可以可以，越来越发财。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，生意兴隆啊。好厉害厉害，生意兴隆。